小声一声，小心芭蕉鬼啊！我好像听他讲哦，那个芭蕉鬼只是抓男人的哦。那个女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良家妇女，全村的男人都被她迷得神魂颠倒。什么事哦？看诊就在诊。台庆巨献小陈医生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:30，原创强档只在八度空间。